世新大学要对上的是台湾师大的比赛。我是那最有趣的是蒋万安市长的脚步，哇，他对小朋友没有再留情的那个。来到球场中央，里面的配色，里面的对是内里的那一件衣服。而且他昨天是第三节才上场，没错，哇，马上来一个飞身上篮，算了两圈而对，算框而出啊，底角的外线 wide open 机会吧。大学长哦，四年级哦，也是毕业于泰山高中啊。陈江，对，今年在新的 UBA 赛季给自己的希望。哇，这一边的时候抄到球之后，马上来一个反快攻啊，情急之下潘彦凯一个双手拉的。迈步的跳投中距离有出来接应，又是陈将双将两分摆进，在第一节成看一下慢动作一个底线的方法，弧顶的外线出手三分球去，对，弹出来，萨巴斯汀抓下篮板球要给到篮筐的另外一边，哎哇，找到一次比较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，三转两转哦，假传，这次真传到希瑞用打板的方式，在台师大的手上切入再分，又是同样的位置外线，这球三分球把握住，走进去跑，找到了空档的机会，中距离跳投，台师大打得很稳，两个外籍生的搭配，先想林维凯，希瑞在放球的手感今天真。跟进，补进两分。那四十五度角的外线出手，果真啊，总教练还是总教练哦。外线的出手，这球三分球把握住。进五是个人三次的犯规。达到效果，毕竟还是比较高大，沙巴斯汀。沙巴斯汀的横侧步，持续的流动，四十五度角外线出手三分球进。一节比赛剩下最后的五十秒钟，萨巴斯汀切入以后自己来，第二波的篮板已经，还有三秒钟有机会哦，飞身的上篮，两分摆进，而且平均以及曾木轩、库克、哦，还有廖伟凡来，他跟库克做一个搭配，库克来到篮下以后用单手的抛投，外围弧顶带步。多余了一下哈，哇！但是对，算是你来我往，互有领先。底角的 wide open 机会又把握住了。过后有没有做防守端的一些调整？依旧是外线的出手三分球进。他的掩护，库克下滑，但是外围创造出机会，用做一个切入的小抛投打。这球被抄掉。来做一个快攻，切入以后背筐的上篮得分。冠军战之外，还有表演赛，还有表演赛哈。对，我们的寇菊秋，还有三哥，还有龙哥，三名教练。今天世新大学在外线的把握度没有那么好哈。对，总算讲起世新大学这几波的进攻，进攻篮板真的是攻太多波了。两分的领先优势，要想办法利用这波进攻来扩展。还有五秒钟空中的对抗，把弧度拉得很高，切入给到禁区，两分摆进，球先抄掉，赶快先抛出来，前场变成一次快攻的机会，紫竹独角出现了空档的机会，带步以后骗起防守球员，示范的尹吉伦还在场上，这时候 catch and shoot，轻轻松松摆啊！那当然，他反应相当的快啊！看一下防守者的 read defense， match 的优势，哇，相当灵活啊！太震撼！现在的球篮球真的相当快，好球！给到萨瓦斯汀中路，轻轻松松飞身，陈将庄切入以后，两人直接打板得分，哇，这不。
来到禁区，再分回来，弧顶的外线出手三分球进。世新这边要来做一个快速的反击，陈将庄自己切到禁区以后没有人防守，那他就自己来了，两分半进。底角的 Y Open 机会三分球进。有许多观众朋友带着自己的相机啊，应该是球队的球经之类的，小编哦，小编都是在现场捕捉，后续也有很多很多必须要衍生出来的工作人员，包含是球经，包含是小编、摄影、文字、直播等，一定会被场上的精彩度所吸引。对，哇，这一球陈将庄又是一次。这今天的第三次了。哇，陈将庄今天的得分啊，都是从双枪的张俊生表现非常优秀。今天则是陈将庄跳出来，轮班哈、哦。对，双枪只要有一把开火。哦，再来看一下这个影片，剪回去、啊、给大家当想要办法，想办法把分数追上来。外线 catch 就三分球进。单打的掩护，本来陈将庄的外线没有，但是篮板球。远边凯旋秀中距离的跳投弧度拉得很高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62-59，又是力道稍微轻了，陈将庄这球运掉，前面变成二打一的机会，决定自己来左手的上篮的球权还是在世新的手上，切入以后给到后续跟进拖车的往禁区里面轻轻一塞，其实外围是有空间的，飞身的上篮得分，他现在只有一分的落后。哦，这一次卡位部分拨出来，但是大空掷出这个篮板球，多打少的机会，分到左边，飞身上篮打。哦，这球要小心。刘律师应该没有准备好、哦。对，哦，现在反而是到陈将庄这边，轻松的将两分摆进，拔掉。又是一次多打少的机会，换到左手，轻轻松松的。萨巴斯汀来到篮底下，够美丽哦。再打掩护。萨巴斯汀又是下滑，陈将庄自己来挑战篮筐，再掩护一个，持续的下滑到禁区，陈将庄这次的进攻差一点点，但是也是可以站上罚球线。其实他边运的时候一直在观察萨巴斯汀啊。今天世新大学的外线仅仅投进一球，再次尝试45度角三分球进。时间的时间，凯旋秀。陈将庄，地板球塞外线，这个三分球，大号的三分球，还是大两分的领先，但是团队犯规也累积到了加罚状态，要小心在篮下。远边外线出手三分球进，教练还是稍微沉住气。进攻时间只剩下了5秒钟而已，切入以后先骗一下没有，但是这一次要到犯规，致命哦。是外线的出手，这球有哨音出现，这比分追平，进攻时间还有16秒钟，切入以后飞身上篮进，80-80走，哎呦，要小心，他们是要做犯规、啊，哇，在篮下已经是一次空档的机会没有摆进，而且这次世新大学有反攻的机会，剩下5秒钟，陈将庄自己杀到禁区要来打板也没有，及时，那后续的进攻。真的就只差那么一点点而已。位置靠着优秀的外线以及倒传，哇，这球过掉以后给到禁区打板有。带过半场以后给张俊生，你远边库克这边没有人守了，进来，快速的切入以后急停，把弧度拉高弹了一下，弹了两下，弹进了。到12投中8，真的刁钻哦，潘建凯。切入以后急停的出手，黄定军也摆回两分，而且再超回来再拿两分，但是这一次的快攻先等一下再等两下，后续再给到，那反而是世新这边张俊生空中的打板 A1， 切入以后做一个大转身再给球打板得分，先三分哦。外围的出手，这次有哨音。再来看一下，扶摇直上。哦，坐在主播台上不能讲唯心之论。你看看，三罚都进，这球往前场传，有机会来终结比赛。空中的碰撞没有进，要来再罚球决胜负。
再来看一下，这是一次的 goaltending。对，这球如果进的话，世新大学应该会。陈教双外线的出手，差一点点，而且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啊！哇，但是这一次的防守是最后。哎，下半场哇，因为凯德22分都是应该在下半场所拿的，拿。球经小编哇，那当然是非常开心了。今天估计也是按了500张照片以上。台师大就是以96-91，最终在延长赛击败了世新大学，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